啊，他先被闪下来了。没有，我打那个光虫，环境的光虫。好，我要回去补物资。好，七面族。猪猪，你哪里家？我送你一程，辛苦了。我本性的伤害好厉害，好扯。散弹啊，雷狼龙的吗？嗯。对，那个雷狼龙的那个什么，啊、超什么电光虫杀回那种拿，就是他倒地的时候拿网子抓他背啊。哦，抓他背哦。嗯。太特别获得方式了。他们说这是以前的方法，有沿用。哦、以前哦。嗯，很多都是沿用以前的東西。那再來就是也会随机掉啦，就是运气啊。啊，如果想要强制得到的话，就是挖。就是用网子弄他背。哎、欸，你没看过这只哎、欸？怎么了？等一下，还没开吗？开啥？没有看，昨天他们在问的东西。哦，开什么？开票？不是，你昨天不是在玩风之谷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飞一号营地，飞一号营地，飞一号营地出来。我已经走到他旁边。好好好，那等下这只。啊！你怎么把我打到这里来？这个 Uber 烂 Uber。他把我打到熊火龙啊！不要想说，怎么往回走？乱打都没中武器，有啦是有啦。白痴，我没有。哎、欸，驯龙是大赢哎、欸，没有用啊，我们要的是大金。你今天要准备拿大金了是吗？拜托，软他手，他就跟变废物了，是吧？破他手啊，讲错了，破他手，他就会滑倒。嗯，他要跑得不快了，会比较好打。嗯。只是就是不好软啊。哎呦。他手永远都不是永远啊，嗯，都不会是弱点，你软的也还是很硬，有好一点啊，有啦，我要你的头。撞墙喽。哎、欸，软了，打破了，破一个。嗯，他的右手爆了。右手，但是左手。哎、欸，也爆了。也爆喽，两只手都爆了。哇，他的尾巴要打一万点的伤害才会断。有人骑走了吗？嗯，有人骑在他背上，这重弩哎、欸，可以啊，那个吧，我知道就是要斜坡不是吗？
哎，帮我软脸。好。我强打他。我强打他，帮我软脸。我软错地方了。我知道。有成功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哎呦！有了。超重棍还是一样好玩欸，啊，连段性很高，嗯，可以抓了哦，这么快啊！他已经剩13趴了，太扯啦！啊，弯错了。刚才哦。好远哦，累，我跑回去睡觉了。我记得他是去出凶爪龙哎，我记得他一直在哎、欸，对耶，我记得他跑去熊火龙刚刚睡觉的地方吧，啊不，熊火龙登场的地方，嗯，树顶啊，不是，他熊火龙应该登场不是在那个吗？跟飞雷龙一样那个位置。哦，你说地图中间那一个有落石那边？哎、欸，是吗？还是说你说有一个巢穴那里？这里啊，这上面不就是家吗？就熊火龙啊、哦，这里。哎呦！宝宝，啊啊！宝宝，哦，这是什么？熊火火龙的红玉，好像没现在没什么用了。嗯。安安。对、啊，他也会打到过期素材，上位素材，过期没用，没用的素材，要你何用？看看下一个哈，好，他说我的蒸汽机又满燃料了，我已经放弃了，好累啊。下一个，我们一样打两只的好了。嗯嗯，暴锤跟水，轰龙跟那个好了，鼓锤。嗯，鼓锤吗？我们可以敲敲敲了。敲什么？你说敲他背啊？敲他背啊？可是这个敲他背啊、哦，好，你敲。
你们前面材料比较缺，你们先敲，我继续打。猫的粗暴射击。我也还在适应那个远程的飞翔者啊，按键完全跟近战完全不一样，也没办法调。中的吗？中的话不是就是拿了武器按 F 就可以换了？啊？不是啊，飞翔爪呢？对啊，嘿，你拿着中弩的时候，你按 F 可以马上变飞翔爪形态，可以直接装上去。你等下试试看。他不就收武器之后直接瞄准？不是啊，我上去是一回事，左键、侧键，我侧键有两个，左键一个，右键还要按呢。哦，我的左键是全弹发射，侧键一是爪攻击，侧键二是那个啊攻击啊。所以我有时候上去之后，我的话是嘿。我是上去之后就是右键，然后攻击变就是。攻击变 R 这样子啊，然后左键是全弹，右键是转方向。为什么你右键可以转方向？我中弩的时候，对啊，右键是转方向，左键是全弹发射。你好好，我没有改什么、啊，我也没有改啊，他是预设就给我调这样子啊。我满塞，他预设好几种版本吗？对啊。那时候就跟酱油解释我的这边按法，他说可是我没有侧键啊，我说你的是一般滑鼠啊，他说不是啊，电竞滑鼠啊，啊怎么不一样？好神秘哦。对啊。他说侧键也有分，有没有？转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可恶。他到底不让他打？再射你一发！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他真的倒了！啊！我挖！哇！你的脸！大龙骨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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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睡觉，大家晚安。墙壁！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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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太好笑了，已经是落地。啊！生气了，气噗噗！啊！我麻了啊！玩，我麻了，玩。敲！我躺着，哇！三只蚊子在我后面飞来飞去啊！三。够了，蚊子够了，够了，三只够多了。敲啊！他倒了，敲他呗！啊，蚊子，你怎么飞那么快打我？我不小心骑乘了，对呀，然后我被甩下来了，敲他背，我在他的底下没办法，你为什么躲在家下面？比较好的输出空间，蜜啊，飓风不要、哦，我差点叫蜜蜂，它是飓风。感谢，冲啊！敲，大佬冲过头了，算了，冲我吧。黑恶龙出现。
翘爽没？我那天玩的时候，有一次是叫了40几秒吧，轮流叫，然后就只有我耳塞，我在旁边一直笑，其他人都动不了。对，我说只有觉得耳朵很痛啊，耳朵快被灌爆啊。有没有好一点的石头啊？来，虫子吃石头咯。视野好差。尾巴还有1700。尾巴还有1700。算了，我觉得不太有希望，直接把它抓起来好了。在过冬几点的？嗯，你不知道抓吗？大概想20，大概29比较保险一点。不会啦，你抓只要没有成功，就会有人输出他了。杰克就会杀他。敲，不给你敲，不给你敲。风龙是不是在底下吗？对，下面而已。俄亥。你看到我啦！不可以。你不能看到我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乌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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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o！ 看你们想要软脸还是软手。啊，软手的话一样就是会变白痴。都行，就是他龙车比较不会龙的啦，叫龙的比较难看。龙的滑倒吗？对，就是轮胎已经胎纹都磨平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感谢杰克的努力。通常骑我很努力，骑轰龙、驯龙跟那个冰牙龙都会死，都很容易死。这是我，这是我上钩爪后的经验。那谁打我？对不起。我在戳他尾巴，我在想办法切掉他尾巴。哈！找到你啦！你的尾巴给我！找出你的尾巴！还有3000滴要打尾巴。所以左手是爆了还没？左手爆了。有一边我抓又破了。嗯，那剩左手，剩右手，左手吧。我看他左手是已经爆一次了呢。哦，乘一就是爆一次的意思吗？是。那可是我看是他左手还很好哎，他的右手看起来烂烂的。对啊，他的左手没什么伤，没人在打啊。不，我有在打，可是没有爆啊。还是他左右显示反了。嗯。哎呦！可是
啊！他爆了吗？我觉得这只手看起来没爆哎、欸。两只手都成一啦、啊。只是有软而已吧。对啊，我感觉这是软化哎、欸。刚有不显示不会破坏吗？啊，现在不会破坏啊。手破一次，手破一次。对啊。那乘二才会整个破啦。对。拉乘二。尾巴，尾巴还有两千。快做尾巴了。千五。我突然觉得我那个锤子好重要。睡着啦，撞手。不管。可以撞墙。哦，算了，他不能撞墙，他撞会死。他撞了你。啊先半条命没有，有没有？先把自己撞掉半条命、啊，撞到死的案例看过太多了。还要切吗？他尾巴剩七把。好，帮忙打，帮忙打。散弹是不是？散打尾巴，打尾巴。麦照。干嘛？对不起。好。我在追击他的尾巴。啊？好。Yeah, 好。有宵夜吃。我知道那个尾巴嘛，对。对，我快把它戳断了，快戳断它，剩八十。我来，耶、yeah! ！我他要拉断了，去抓了。我满足了。完美，完美，完美！五千花。啊！他麻了。哎、欸，他麻了，他麻了。他麻了，照波尾巴。好，老公等一马，快挖。啊。尾巴在他身体下面。有看到，我挖到了。四六。哦，轰龙两个。天顶啊！哦，太爽了吧！下地狱吧！你是打了别人一颗啊？那个人是影月吗？我没拿到。好。哦，我可能有战胯下也有差啦，啊，不然就是那个陷阱都是我丢的有差。那你还我一颗麻痹球。给你。再打一场吗？可以啊。还可以再打一场啊。打哪一点的啊？既然都人多了，哪一点啊？那直接打四星，可以啊。打五星啊，也可以啊。五星的我的任务都解掉了。五星没有。对啊，四在哈。五星有啊，有麒麟阎王跟钢龙。你说三界主哦？不是，自由的三界主不是活动吗？对啊。哎，我们来打两个。两个，这叫什么？我一下忘记。风飘跟霜。对，霜风跟对这两只。这个你们有。都有点都有任务再打会比较好哦，因为这是一有啊有任务啊，嗯，有任务，就是有任务才要打他，怎么他很麻烦吗？嗯，没有，就是这是一装任务啊，强化一装的任务啊，哦，对啊，一装改，嘿。猫的抓紧铁人不放，好，输出给你们了，我来软化它。好，怎么了？好，吃鸡排。哦，好帅，也可以。太爽了，吃鸡排。吃口宣品加鸡排。口宣品加鸡排。哇哦！太爽了吧！豆豆 out。
不是硬吗？豆豆奥，应该是豆豆。哇哦！哇哦！三口张满，哇哦！哇哦！你长痘痘很好看呢，那还不吃一波？啊，我被丢包了。我知道，怎么会有人是这样子讲呢、啊？来来来，帮你喝。啊！我们忘记带辣、啊、辣椒吗？喂，附近采辣椒，赶快回去啊！我看到旁边有辣椒，正在跑过去。耶、yeah, ！我要私存里面的所有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我要回去拿那个应急药，这样补比较快。啊，可以。啊，为什么被丢包丢包在这里没看到风飘啊？看什么矿啊？我们就在旁边一点点。哇，现在没有营地，好吧？哎、欸，我看得到未开启的营地耶。我营地任务都还没解啊，所以嘿。不是我看得到还没开启的哎、欸。它显示出来给我。你有开启的关系吗？对啊，好好笑。哦，你是说北东营第十五吗？右上，对。对不对？还没开。好好笑。我跟你说，这里有营地哦。就在我后面。哦。你们到了吗？还没，我在全速的前进。到了，我快到了。哎、欸，那这边集合吧。冰牙大营。来了，我来了。来来来，集合下来。再补一罐。力量大，还有。引花大，还有。鬼爆炸菇。好，走。好喽。捡石头，九桃，前面有，前面有，哪里有九桃？有，我捡到九桃了，哪有？你要去哪里？我先软脸了耶。好，那我软翅膀，不对，我好像软到甲了。啊，红眼呢？啊，都软了。好。他看起来好像退兵哦。起车喽！另外一只来了。控场。去喽！够了，另一只。要打了。哦，这没有阎王的话，要时常磨刀哎、欸。你说打人意哦？砍没几下就要磨了。你说打人意哦？对啊。我常常都是用 绿色在打、欸，打到绿色还在打。这些伤害差蛮多的啊。哎、欸，可壮哦！请不要吝啬的用转身或不动一撞。啊。
你看这很烂，打一打都会滑翔走。他怎么飞走了？他跑走了。就下来哦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撞他！转头。啊，没了。再转一下。哦，还有。去吧。有了。哦，能吸两个颜色方便好多、哦。好了。哎塞，我打到谁的盾牌了？只剩一个人了。剩下一个牛顿了，嗯，表姐，我又击穿了，正常，尽量输出。下气啦！哎、欸，怎么是我下来啦？失败，失败。下面一位，下面的、啊，真的是很爱飞呢，可以撞人呢。我没酒桃了，我帮你变出酒桃。我去找酒桃，我找到第三个酒桃了。啊、你变之前，你先把他打地上，不是更好吗？表示你也没酒桃啊？还是说你有故意不撞？我有一颗，一颗就好啦，你养什么虫？我想要给虫虫吃石头呢，它是罐头蛋。你给我过来，抓它！我晕了，我来了，我扔，我扔，我扔。杰克还在看他啦，不是，我在找扔的。杰克抓他！哦，把他背走了。等一下。为什么？等什么啦？你就是在台没有哎、欸。哈？你没带刀？我没带刀。哇！我没有陷阱了，我回去拿。我拿。不行，我转那么久，怎么都没有东西？一直在跳，一直在跳，跳跳东跳跳西旋旋，就是找不到。哦，受不了！雅思，你太早到了啦，雅思。哇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两只风飘龙，完了！然后电，然后电到你。对啊。哇！等一下看我有什么道具可以用。哆啦 A 梦的百宝袋里面总有东西可以用的。散了，赶快趁现在，快！抓到一个了啦！被杰克吓死呢，想要在脚边，然后头是抬高的，你知道吗？
这里要怎么上去？哎呀，是刚怎么不是撞墙？这里要怎么上去？我没从这里上去过。启程。我绕了一圈。好，最后。容易最后，好，就是最后一下先不打、啊，给你们，给你们输出。我来啦！哎呦！哎呀！这一组你走了，他被打倒啦，我也被打倒啦。他回走啦，这里有辣椒可以吃吗？哦，我帮你杀。哦，好，感谢。哦。抽你尾巴，卵你尾巴。贯通蛋好吃，哎呦，哎呦，再一次就要牺牲了，哪一个？我来抢了，怎么看啊？耶、yeah ，被吸走了。他有个骑乘值啊，骑乘值打100%、欸。为什么不见了？我那骑乘值晕眩都不见了、欸，奇妙。现在只有睡眠跟麻痹有显示出来。我现在没睡。晕眩也有啊。嗯？我只看到耐力、头尾、狂暴、血量。你可能是用另外一种版本吧？我是用新的啊，哇，杰克那天一开始的。我是用一开始的啊。哦、oh? ，